今天呢就来到锦田高步村天空之城探下芳姐先。Hello， 芳姐。来到芳姐度，天气咁热，第一时间一定要饮呢一杯鲜榨橙汁。哇，乾坤咧就系佢嘅冰啊，系菠萝冰啊，所以要慢慢饮，等啲冰融晒咧就有菠萝食啦。哇，黄皮老虎，几多斤啊？呢个犀利啊，三斤黄皮老虎。一坐低，第一味素就是这个方记焗鸡，外脆内滑，哇，好味啊！清酒鲍鱼，好多啊嘛，系咩？系啊，街市好多油。而家嗰个咩？呢叫油虾。过咗未啊？我唔识啊，但我街市见到好多油虾。老公都要出马一齐。呢个咩饺子咩名字？芳姐饺子。我都系第一次。哇！紙包嗰啲餃子就有蝦啦、豬肉啦，同埋白菜。係咩餐？黃皮老虎正。嗱，要唔要食？嗯，好勁喎！呢條真係大啊！好，呢個手指。睇佢嗰啲鮮腐竹，哎呀，黃曬添。東星翻嚟一份咯。哦 ，OK， 好。東星翻一份就啱啦。分啦，唔該，分下。雞肉乾，牛肉。哇！豆腐煎蛋。哇！我翻嚟睇下有幾咁犀利先。凍嘅，食喺一爐。哇，係啊！啲蛋液流翻出嚟嘅，番薯苗。好，哇，系啊，正噶。